陕西省代省长赵振勇17日中午率领来台参加2010台湾陕西州的130位核心团团员，特地到彰化县秀水乡陕西村参访，受到地方乡亲热情欢迎。彰化县副县长张瑞斌也代表卓博园县长欢迎远道来宾，并互赠纪念品留念。今天借由2010台湾陕西州的活动，那么进行了文化交流，进行认亲拜友活动以及科技联谊，我相信呢会达成很多很多的共识，相信我们台湾跟陕西之间的交流，透过这一次的活动一定有非常大的这个收获。各位乡亲们、乡党们大家好，老乡见老乡，心里喜洋洋。当我知道彰化县有一个陕西村，我就想一定要来看一看。过去啊，今天实现了我的愿望。我们陕西来的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用陕西话讲一声乡党好，怎么样？好，乡党好。陕西省代省长赵振勇等一行17日抵达秀水乡陕西村乌面将军庙，受到张瑞斌副县长等人及地方士绅乡亲热情欢迎。两岸陕西人除设宴欢聚，大陆陕西团并于乌面将军庙戏台表演当地传统戏曲等乐舞表演。随后参观陕西国小时，陕西国小小朋友也表演一段令来宾兴致盎然的妈祖绕境。参访团一行于下午3:00许才依依不舍离去，赵代省长临别前仍依依不舍执着林村长及张副县长的手，一再邀请彰化乡亲有空也到陕西走走。